Go go go！ 好，等一下，先买一个那个僵尸坟墓，让他生产脑子。哟，我居然是一个僵尸哎！先买个向日葵，让他生产脑子，生产脑子是吧？生产阳光、哦，跳出来一个脑子了。哎，点击获得一个阳光。哎，你给我点，你倒是。等一下，这边是到达后花园，后花园这里也有脑子茧。哎，你多少有点问题了吧？哎哎。哦，这边上不去。我放了僵尸之后，可以那个，可以利用这两个球球去观战。点点，我可以放弃吗？这阳光。我也开始了哈。这阳光挂在空中，它都不是，它让我点击获得，我点了半天没有反应。好，再来一个。我要大量的脑子。是的，需要大量的脑子。哎，我也可以多买点向日葵了。嗯，又捡到三个，四个，我要开始了哟。嗯，你开始吧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没准备好，那也只能准备好了呀。你植物放好了吗？我没有放，我这个阳光我都捡不，我在天上挂着，你下来呀，你倒是。那我再多放几个僵尸坟墓，等你放好植物我再进攻。嗯，好的。好，我又放了两个。买不起植物怎么搞？哥你只管进攻吧，大不了就是一时。哼，自己把那个，把自己的脑子双手奉上。好，等着我来吃。跪在地上。不对啊，你脑子这么傻，吃了之后。给小伙伴们吃，嗯，你这是谋害小伙伴们是不是啊？好，我也开始买僵尸了。你要走哪一条路啊，哥哥？再来一个路障僵尸买不了，哎，可以买个铁桶僵尸。哼，第一个来就要这么高这么厉害的那个火力吗？没必要吧？嘿嘿嘿，我又有五个脑子了。就铁桶和路障啊，你就都。多少有点给我一个留下活口嘛，好不好？不好。看我激动的，说话都结巴。哎呦，雷利 ，Go go go！ 真的准备好了？嗯、你植物放好了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放两个。植物放了两个，好，我来了哟。嗯，来吧。毫不留情的过来蹂躏我吧。先来一个普通僵尸，我先捡一波脑子先。看一下，哇，你居然放了三个了，我的天！上吧，铁桶僵尸。哥，你看到天上挂着的那个向日那个阳光了吗？你能不能帮我把它摘回来？我摘不到，等一下，我再多买一些普通僵尸，再来路障僵尸、铁桶僵尸、我毒包僵尸，再来一个僵尸坟墓。OK， 谁来救救我？再给他放上。哇，好多脑子！还碰蜜，谁来救救我？你守过了吗？守过了第一波吧。好，铁桶、路障、普通。不是吧？没必要这么过分的吧？才三个，不要急嘛。这个铁桶僵尸他是干什么？你往前走啊！好家伙，你这么大一个寒冰射手！哼，既然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要后悔啊！我要让我的植物长出腿来，把你给虐杀了。我已经留手了，我告诉你。哼，你管这叫牛手呢？铁桶什么的一堆就来了。好，巨人僵尸。我有哥，嘿嘿，好，有话好商量。我好歹是你妹妹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这样子嘛。OK， 铁桶再来一个。门框僵尸，等一下，捡波脑子先。哎，我跑后花园来干什么？嗯，向日葵来一个。我已经不指望天上挂着的那个阳光了。没什么用，
解又填不着。读报。门框。看一下，哇，这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毁灭菇。哇，这个好。我发种植物算了，还是不。哦、这个好。哎呦，这个东西挡着我的视线呢。哎呦！好，再来两个僵尸坟墓。哎呦！看不见了。再捡一波。OK， 僵尸坟墓怎么这么久？因为这个是白天，僵尸坟墓的产能会降低的。讨厌，再多捡一些。来一波狠的，一个这个，然后一个寒冰，然后一个火焰豌豆射手，然后再一个天才。哦，这里好多脑子。你是不是都已经放好了？还没有，就算放好了也不能告诉你。坚果，我需要坚果。冲啊，僵尸们！吃掉他们的脑子啊 ！TNT 僵尸往前冲啊！不是这两个僵尸巨人在干嘛呢？快走啊，往前走啊！不是，过分了！他们两个站在这里发呆呢。我这里有个坚果呢。他俩嫌弃你的脑子啊！过分，你看移动不动，是王八吗？他们可能对我的脑子不感兴趣，我觉得我的脑子里面没什么吃好吃的东西。气死我了！我的脑子全是水，还没有奶茶好喝。好歹你是活的，你倒是动两下呀，动两下好吗？你没办法下来哈。气死我了，你还不如买小的。气死我了，毁灭大魔果。妹妹，Are you ready? Go， 我来了哟。上吧。看这个样子，我的天哪，给你看一下什么叫是僵尸大局。你这后面也太多了吧。我的坚果，上来僵尸，上！我的坚果，我还有，我还有植物，没事，可以的。快上！我为什么你都会丢地雷啊？红眼僵尸巨人，冲啊！一大波僵尸正在来袭，什么鬼？再来！完了，把我的东西是炸了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我去看了。我的天！我不害怕，超级毁灭大魔鬼。不是，我这个僵尸巨人和红眼僵尸巨人为什么卡着又不动了？我帮你，神经病啊！解脱一波。这有 bug 啊！他不攻击过来的，哥哥，你看。有 bug 啊！过分。是呀。动都不带动的。他们都在这个位置干什么呢？还花费我这么多钱呢？啊，我的脑子！哎，他偷袭，救你了吗？我的，好气哦！啊！来吧，咱们结束这一节了吧？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拜拜拜拜。